很快哦。还好啊，一块玻璃，玻璃啊。来，你先跪啊。来来来来，你抓不了、啊。这种三叉带啊，这是去跟人家躲。你躲啥？大佬，你躲。你躲来啊？两下子。啊喂，来，安利泰，你找那个手敲到一个位置。对啊，拿起来。嗯。这台是，哦，真正是原本就有啊，是你买到的。有，有人来打，是阿公。好好。你先说吧。好。阿姨，你跟新姑嫂聊聊呀。本大队侦六队为全力打击毒品犯罪，日前报请台湾地检署指挥侦办，会同本局大甲分局等优势警力，在大甲区等地执行搜索及拘提，缉捕林贤吉、李姓男友到案，并查扣毒品海洛因及安非他命等沾证物。全案讯后，将林贤等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移送台湾地检署侦办，并经检察官起诉贩卖第二级毒品，在案。本大队也在此呼吁民众应正视毒品问题，并远离毒品危害。警方将持续查缉毒品犯罪，全面切断毒品供应，维护治安，共同营造无毒家园的美好环境。在查缉两人到案时，男友意图一肩扛架罪行，让女友脱罪，那也导致女女感动，以及一度情绪激动。但警方告知相关的贩毒事证已收集完备。讯后，能将两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移送台湾地检署侦办。我那个出来买的啊。啊。爱来用是啦，爱就是爱爱聊。不会，无聊聊，你还做生意的话，你上报。好，已经在中地，我是在发的，绝对不是好，已经对，已经好，已经。